还说今天跟我妈摆摊儿去呢，下雨了，早起就下了。有没有黑牛？有。多少钱一斤呢？50。给我来点儿，来一斤多的，好吧？一斤多的。啊。一斤就差不多，一斤够了。我爸的小钱包没有钱了。有。5.2哈。鸡蛋高的也行啊，这鸡蛋够高的，我就拿就一推那个鸡蛋。这咋了？这挺好吗？那有个死的，不给你死的。儿子，咱行不行？行。不用我扫吧。往那下啊，15一斤。我过去了，姐姐啊。这过不去啊，我的鞋都湿了。啊，我的鞋是够呛了。哎呀妈，给我整个透心凉啊，透着鞋谁了，都透了，全湿了，那都过不去。你觉得这是娃娃菜吗？这不像娃娃菜，就跟我那时候买的似的。没有了，可市场都没有那个小不点，没有，就是小白的。这地方有时候就没有。都高丽吗？这都高丽呗，剩一点啥用？这个地瓜到了，这个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家这么黑呢，这不知道能好不好啊？哪天再给它烤上。这柿子咋样？哎，柿子挺好啊。嗯。起啥呢？起啥？干豆腐个，到了还是小白菜哈。嗯，小白菜，菜，干豆腐，小包啊，辣椒的小包。咱俩那次高的多。嗯，哎呀，妥了妥了，还整俩。哎呦妈！哎呀，洗洗没事吗？这一罐又不少钱呢。那谁咋的？嗯。啥的都有嘛。一会儿给它冲冲呗。没有咱上回那个红牛好。我妈炒菜料大，我爸炒菜料小。大石头的高。大葱的时候的，哎呀，好软的，有点分歧。哎，这小颜色上来了，来点生抽。咸蛋行了吗？嗯，行。
这没有点技术不敢端呢。嗯，哎，正好啊，火点着了。这也不少啊。嗯。哎，钓一个，走。嘿哈喽，我是胖妞。那个下雨天，今天这家回来浇的，这鞋都灌包了，整的。上市场买点小虾，完了之后买点肥牛，这家整的西红柿肥牛、番茄肥牛，好吗？嗯、番茄肥牛整的不错，开饭。那个下雨天喝点小酒行，来吧，发射器。先吃了。先吃，先整一口啊。先喝一口。先喝一口，来吧。开场酒呢？必须得有开场酒。哎呀，这两天辛苦我妈了。本来说今天早上领我妈上那个早市儿，上早市摆摊儿去。下雨了。早上起来就下雨，哎，挺好，没去上。下雨了也挺好，没去上也挺好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得五点起来呀。昨天黑，我看你都没睡好觉。一会儿问问几点了，我忘定闹铃了，这回定个闹铃。就是啊，这没哪事，你不用惦记去。暴力那边又下了大雨，最多湿的，净水。一人一碗，哎，就这些，今天不多吃了，行吧？我妈愿意吃这里的柿子。这柿子糕里头整蒜溜的挺好，柿子美容的，柿子还美容。嗯，然后呢？我这有小米辣椒，我不要。小米辣，柿子好吃。今天是吃饭菜儿。酸的溜的更好。要粉丝吗？这是一坨，还有一坨呢。啊！看我大哥他家新租的房子挺好。还带阳台的，前儿也好，天台哈，再回头上回整个烤串啥的。那你快赶紧去吧，等到冷时候外头烤不了了，你十一去烤还能烤。十一啊。嗯。十一就放那么两天假，去不上。十一东北可烤不了了，外头冻爽。十一那都上冻了，还。这边行，10、15号都供暖了。东北不行。你忘了小时候那时候你刮凉仗、刮凉裤、干仗的时候，那不就十月份吗？那都下雪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下雪了，那雪还挺大的。嗯。我妈跟人家干起来了。他跟你干的，那喝酒喝醉了。我妈打住院了，这些年唯一一次住院，这样给打的。打了也没打啥样，没打着啥样，就是我这小样的一扒拉不就一个个子。你也没哪样。你赶紧来吧。来吧。哎呀，吃一碗大米饭没问题。今天慢点吃。多吃点菜，多吃点虾。以后都得慢点吃。我妈吃我就吃，我妈不吃我也不吃。妈呀！我不要了，这一柱子。一柱你吃吧，这家伙。稀罕巴叉的。不是稀罕巴叉的，这玩意不容易。你咋那么热情呢？煮时间长了。时间长了就不行了。嗯呐，化条了。化条了。西红柿都知道我愿意吃粉丝儿。他以后到老了上他家，天天得给我弄粉条子。越吃越傻，越吃越傻。你可真愁人。
这干豆干儿，干豆不还真挺好。嗯。我爸还要买一张，要买三张呢。干豆吗？嗯。太多了。这是两张是不是？两张给一张。那咋还给一张呢？嗯，那人常去买的，他送一张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说再给他一块钱，你不要。就是。人家没说这须子得剪下去，咱家从来也不剪。忘了今年。嗯。有时候我们也学着的，谁要说啥了，那啥不对，嗯、赶紧学，纠正是吧？学忘了，摆正。等到那个坐前想起来了，晚了。跟那个鸡那个脚趾盖似的，鸡爪子似的，俺们之前吃不嚼鸡爪子，后来又，后来又说得嚼鸡爪子，你寻思哪还得嚼鸡爪子？不嚼鸡爪就跟那吃羊蹄子。不掰脚趾盖儿，啥呀？那盖儿掰起来，就是那个爪没捋到。开着。再有天喝两罐儿。来。哎呀。你搞一边。搞地下。搞地下更咋了？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你们俩喝一个。我俩喝一个。我喝一杯。没有好菜的情况下，我俩就是喝一个。这不好菜，喝俩我妈不让，没了。啥好菜？这不就好菜吗？爸，你吃这牛肉，肥牛。妈，这个你吃呢？你不能要不吗？你到这吃呢？哎，我还没少吃呢。你看都吃呗，我爸自个儿也吃不了，整的像我爸都能吃似的。什么？你病号都吃点。病号都吃点青菜。你爸多吃五个，多吃点肉。你这是大拇哥啊！哪天买点猪蹄子吃，啃的，吃啥补啥嘛，是吧？明天买点猪蹄子，咱仨买俩猪蹄子就不差了，够了，是吧？嗯、吃啥补啥，要买点鸡爪子。鸡爪子不好吃，不爱吃鸡爪，猪蹄子还凑合。放假安排猪蹄子。我不愿吃鸡爪，鸡爪一层皮，没有肉。对，开始的时候感觉到有点辣，这东西不咋辣。嗯，还行。咱俩今天盛的差不多，是不是吗？嗯。我也就这些，不盛了。吃点菜得了，那还有大虾呢。嗯。有菜包了。这一盘大虾我吃。一碗饭。我吃了一半了。我爸的白酒还有呢，这小还有一口，搁这里的吗？搁这里的，这是公勺嘛？人家说公勺公勺的，这就叫公勺，公勺公块。俺们也在学习，其实，是吧？就有的时候忘了，吃吃就拿个玩去了，是吧？朋友圈集赞吧，没集上。嗯，点58个还没点够。我看那天有女的去领着了，但我给她排队，发一天拿过20个。你还不如让你妈的朋友圈发了。我妈朋友圈比我那都厉害。你妈朋友圈刷一下就下上来了。我妈想磕人。你看我一猜到了吧？50多。你发吧，我不发。不是，那磕碜啥呀？那有什么磕碜的呢？那是为了领着点便宜，还让人家点赞，你等等。我就没好意思发。那你吃，你哪好意思吃呢？那你要点回来了，我就吃了。让你爸发好了，发朋友圈他不怕磕碜。这汤真挺好，这泡一碗大鱼饭。你就喝点汤呗。干喝汤，这公勺嘛。公勺还能喝汤啊？啥公勺母勺？
我还是不太喝。哎呀妈，你真搞笑。没有了，反正啥也没有了，这点玩意儿干扣呢。不香。不吃，不愿吃。还得扒费事。这不你喝没了吧？啥喝没了？没有喝没。喝差不多了，干杯吧。没有了，差不多了，就剩这点就可怜不是劲儿的，就粥了得了。干杯。干杯。粥。今天的董监带领下。真不干杯了，哎，上滚蛋！我可不会说上啊，你快说吧，整两句不整了，吃咋样？吃的挺好，吃挺好啊，吃的挺好，喝的挺饱，照的够暖和平，今天就这么劲儿了，那就拜拜，整挺好，明天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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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我爸整挺好吧？